啊，恶魔馆吗？不是，不是，还恶魔馆叫恶魔馆。恶魔馆，对啊。哦，但恶魔馆就好诶，你消音塞下去哦，消音器啊，比演唱馆还小声，验收会过。好好好，啊，无了，啊，你即马拔掉了对吧？哎，拔掉啊，啊，会不会拔掉？我到这边弄啊。好，为大家介绍这台 BMW 800 F800 啊，这几年车？2013的。哎，到我这样来看哦，防甩头呢，防甩头呢，哦。好嘛，那 BMW 的特色啊哈，大小眼啊哈。我以我当初考试嘛是这只，但是我是一只卡卡的，好车型呢，800吧。那可能有卡卡的。考试用 BMW。嗯。基本价较高级吧，无啥物考。真的。哎呐，一只鸡呢？啊，伊足悬个。咩啊？都拄好啊，但伊足轻呢，100几公斤尔，比你2000我轻。你2200几公斤。嗯。伊安会安算鸡呢？你敢无降低无啊？无降低啊，本来呢。你搭啊？你只骑起来之前伊有话着。对啊，感觉安尼无悬啊。足舒适个啊。